穿上迷彩服装，戴上钢盔，伊伫向中单建伦也来体验成为一位军事迷，也着当快快游戏步枪，感受因对着生存游戏的认真甲热爱。今日在酷帅的美国大兵共同参与下，伊伫向公所举办记者会，三个月底在一月潭将有一场精彩好看的大规模水陆对战生存游戏。总共报名有500多人吼，啊，分作两组吼，红蓝两军，啊，咱会安排着对抗，包括水上的作战，包括路面行军，包括来伫咱溪底乡即卖上出名赏日出最夯的景点金龙山遐做野战的演习。那刚好我们这一次活动也可以结合日月潭周边的不管是旅游业还是餐饮业者，那提升带动观光经济效益的部分，那看一定看可以带来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对此主办的民间业者相当欢喜，在一月潭特色游客中心的牵线之下，会当来到一月潭举办大规模两天一夜的模拟对战，这是因的首次创举，也希望会当大家互相提升知名度和观光效益的效果。因为日月潭它属于一个国际的景点嘛，对于我们的生存游戏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个推广，也借由这种新兴的活动导入在日月潭的这个观光资源，做一个良善的一个结合，我想对两边都是相辅相成，都有所注意。这专业玩家的热情，也会当为因身上的服装和装备来了解到。这种生存的话，它除了像 cosplay 的话，那它也有一些动态的。那基本上我们可以平常的话，除了说上班的压力可以疏解以外，那还可以做到一些拟真的那个动作，这样子。明版的汉光演习，对，完全就是睡在打到哪睡到哪，全装然后就下去这样子，就是那种专业的配备，因为像他们都是美军现役的配备，然后他的装备就是海陆现役的东西，包括衣服、背心，都是海军陆战队现役的装备。九月二十二号两天的周末假期，500人的生存对战游戏将为一月潭来拍到金龙山，到时也将实施必要性的区域管制。溪底乡公所也真有信心，会当成为行政单位跟民间团体共同开创的旅游新商机。9月24、25，日月潭见！记者金山采访报道。